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做一款手链。下面需要用到一个材料是一个皮绳，还有一个是合金的一个扣，这个11到15的一个珍珠，还有一个用到一个工具是卷尺剪刀。首先我们把绳 皮绳拉到一个大概一个长度是20英寸，然后我们用另外一边这里折过来，然后我们用这一根 短的线绕个圈，绕3个圈，太短了，重新再来一次，然后从这里穿过去。 然后我们这里用剪刀把它剪掉多余的线。好，我们再另一边，这里稍微剪一下，剪成这样一个尖尖的这样一个形状，然后我们穿珠子进去。 这也是同样这样做法，我们绕3个圈，然后我们把它拉紧。 我们继续穿珠子进去。
然后我们从的最后从这里折过来。哦，首先是穿一个扣进去先。然后我们两根线就像刚才刚开始那样子做法，然后绕这三个圈，然后我们量一下它一个长度，看一下够不够长一个长度。先别把这根先剪掉。我们的一个长度是 7.5 英寸，是刚好。接下来我们用剪掉多余的一个皮绳，稍微留一点出来，然后我们从这边可以这样子扣上去的一个手链。好了，我们手链今天完成了一款手链，这样子的。